整个被夹在里面，真的是很难拖出来，好不好？差一点我们都要放弃了，因为我们是前后两个门都打开，想办法让他整个人都夹住，夹在那边。后来最后幸好还是有拖出来，他又半昏迷的状态了，已经是恍神了，也不确定他那个、是后来给他放在人行道上，就是他还有在呼吸。我本来想说那应该是还没事，可是他右手就很明显，就不知道是骨折还是怎样，就因为他那个手就看起来就不符合人体工学。因为我们跟他隔着一个门，然后我们就忽然听到砰一声很大声，然后你就看出去，然后他车子已经撞了，然后一下子就起火了。我们刚好我们工人有五六个人，然后两三个去拿灭火器，然后另外两三个跟一个路人去把那个驾驶那个人拖出来，硬拖出来。那时候已经很大的火了，他硬拖的。那时候拖出来，哎呀，驾驶状况有怎么样吗？那他是身上有被夹住吗，还是怎么样？他是整个被夹在里面，真的是很难拖出来，好不好？差一点我们都要放弃了，因为我们是前后两个门都打开，想办法让他整个人都夹住，夹在那边。后来最后幸好还是有拖出来。驾驶那时候救出来状态大概怎么样？他又半昏迷的状态了，已经是恍神了，也不确定他那个、是后来给他放在人行道上，就是他还有在呼吸。我本来想说那应该是还没事，可是他右手就很明显，就不知道是骨折还是怎样，就因为他那个手就看起来就不符合人体工学。现场是有看到小朋友，他大概是有没有受到惊吓？小朋友是自己从那个副驾驶下来的。小朋友是很清醒的。那是大家都在忙着打的。有看到说那个车辆大概是怎么开的吗？就怎么会突然间撞上？没有看到，因为我们的角度是看不到那个的。我们的角度是我们看到的时候他已经撞了。然后我们一开始以为是酒驾，可是拖他下来，包括在人行道上拿伞给他遮阳的时候，他身上就完全没有酒味。然后我想请问哈，但他应该依你们的消息应该没有很严重吧？就是目前好像是在救治当中，但是就是应该是脸部撞到，还有右手抬酒。